看看我们这个烤炉又进行一些加工哈、啊、原来放肠呢老靠边嘛，靠边不爱熟，所以呢中间还没用，现在呢我老爸在这上面加个帘子，哎，把它这样呢在上面都挂上肠，这样的话呢这个烤肠呢还能多一点，然后呢它这个熟啊，这个相对的话还能均匀的熟透啊，不像靠在边之前都不太好熟，还得多烤几遍。看我们的小电焊机又立奇功啊，这小架子就这个东西，哎呀，今天呢把我们这个苏尼特羊给它煮上一些，直接清水煮就行了，还有那天卸了个羊腿嘛，骨头也煮里了，羊肉我们那个啥了，那个串串的。它这个羊啊你就放那什么，就放那个清水一煮，熟了的时候蘸着那什么吃，韭菜花吃就行了。哎呦，还要谁甜的呀？甜的啥玩意儿呢？这柴火甜的柴火呀，交叉甜的呀。甜哪去了？那插哪去了都啊？过来再教你一次哈，看到没？嗯。点柴火首先交叉，它是在这儿，看到没？哎，这样交叉，你首先得就像你搭一个简单的城堡一样，哎，一层压一层，看到没？那柴火在那边烧到那边，自然就烧过去了，知道吧？看到没？这我小时候自己想的窍门。哎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不像你们大的，像球球那么大的时候，我这引火都是专家了，教授级高工了，看到没？看，看，感觉到了没？哎，好，你这回再点，你看是不是就好点了？加水，加水。对。你看你这么层层的一点，它是成层的着，它这火着啊，需要氧气，你知道吧？没氧气它能着吗？起火看到没？你看这只要一着起来，它层层叠叠就好着了。然后你再添火，怎么添都行。够不够？够了。刚刚。有点多了。有点多了。那你逃出去一点。不多。啊，干一干。哎，就这么直接炖就行了，就是清水煮苏尼特羊，你就是清水煮就行，原汁原味儿。你这吃上就是去了草原啊，吃了羊就是这种感觉。大草原的味道是吗？是的，有草原的味道。你那炒咋样了，萌萌？快好了，好，我这烤的快。那我这出锅了哈。嗯。看看我们这手把羊肉，我去，哇，还有羊汤喝呢，萌萌。好哇，香得很。我奶香奶香的，这羊汤无敌了，还有大骨棒。羊肉来吧，你看这羊肉多好，手把肉，有一个多小时了哈，正常一个小时就可以。我去，太烫了，呜、哦、呜、哦哦。妈，我都怕那个大骨棒放不下去，放得下去哈？放得下去，奶香奶香的是吧？妈，你还放姜了呀？对呀。我说了不用放嘛，你们老胆小，我告诉你了，这个不用放姜了，我看到姜。正常的白水煮就可以，原来咱吃那个我做的不都白水煮的吗？哎呦我去，搁这掉了哈，起火，哇烫啊，上菜，好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怎么了？好香啊，香不香？香。上菜，来聊聊一下，上菜喽，儿子，哇，爽不爽？嗯。羊羊，看这个菜喜不喜欢？喜欢，喜欢呢、啊。这个是正宗的苏尼特羊啊。起火、啊，这种筷子也不用了。再弄碗羊汤。哎，这羊汤，在这寒冷的冬夜呀，来一碗羊汤，这还有比的了。盖儿帮我盖一下啊。哦。调调味道。呦呦，小心小心小心。盐。先放在这儿。放点盐。好，放多一半。齐活了的一碗羊汤。韭菜花是不是在冰箱里？韭菜花不很多吗？开一袋的那个，我找开那个，那不那。你找找这个买卖，找找那个前两天买这个西这个什么的。什么西地？你买开的了吗？买苏尼特那个到货那个，小心来了。哎呀，羊汤，来，羊汤也放你们这儿吧。来，那拿去。哎，到位，到位呀、啊！好嘞，准备开动。你这羊汤有羊皮吗？
啊，你把羊皮都扔了。谁告诉你羊汤放羊皮儿？羊汤，羊肉汤，羊杂汤子，你必须得。你看我今天的伙食，妥妥的。手把肉、羊汤、这个是红烧肉、红肠、小青菜。减肥失败的一天呢，快快做好了，准备开动。哎，你没找花要不要？有。菊花放哪？放哪里？好。你要不要菊花，洋洋？好好。要不要？买点吧，不行。来一点点，买点尝尝啊。正宗的就是羊肉蘸这个吃，知道吧？来，娘，你们来个吧。好，剩下给你们。嗯。来了，这有切羊肉了，哇，你看，妥妥的手把肉啊。你也可以。哎呦我去，这小筋头巴脑的。来，洋洋，给你拿筷子夹就行，不用个手拿，别听你哥学。哎，筷子夹也可以的。他靠手拿是拿骨头。对，对，他是准备拿骨头的。来了，小韭菜花，好久没吃这肉了吧，儿子？嗯。娘，不要，来来来，还不扔？哎爸，蘸点那韭菜花上我那吃。老师傅来块吧。不要不要，不删。不要不要不要。不放姜了。谢谢。不是犯了啥，我吃吧，它不好吃还反对。妈，正宗的你咋不吃呢？正宗的他不想吃就不吃，是不是？来，给摄影师。哎呀，还是那个味儿，好吃啊。嗯。哎，这肉说啥了？你说还是没有味儿，你得这么说。哎呀，看到没？这个你就蘸点这个韭菜花，老讲了。嗯，哎呀，齁着我，囧呢我的。哎，我可以把蒜酱和韭菜花拌在一起吗？你可以尝试一下，这个不说，你自己说是。来点咱们的三加六。妈，他的韭菜花不咸。嗯呐，是不是啊？来，这我就放这里。哎呀，嗯，这个韭菜花确实，这韭菜花好啊，淡了好。来，韭菜花。咸了就没味道，哎呀，一吃齁甜的。咱们没赶到季节，咱们赶到季节，那韭菜花自己摘就得脱掉了。你可扯呢，这胡说呀！我们走的时候那不都有吗？这咱咋没采呢？那你不采吗？拉倒吧，那有可能采呢。拉倒吧，那全是啊，全是，那不采吗？你说不要啊？谁说不要啊？你自己说呢？一个是你说不要，再一个有的地方你不听车。你啥时候采去？对啊，那有了这个停车，那得多少啊？那路采完之后，这玩意可简单，采完了属于砸碎了，或者剁碎了，哎，拌盐就完了，很简单。咱们有那个捣蒜的，那直接就一砸就妥了，高盐一砸，特好吃，比这还好吃。